公司报名不是新老人在新人的方案，你现在安排一下名单，是男，我要介绍一下旅游，小川，你来负责带着小李。好的，大哥，小李啊，以后你可就得听我的了啊。不是丹哥，我都已经入职三个月了，为什么还要带小老师啊？你就这点粉丝，人家小川早就100万，公司这样安排是为了让你快速成长。是，曹爷，你就按照我教你来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些脑袋有点可好糊弄了，我说啥是啥。不是，就你这种态度，新来的粉丝我也不需要。曹爷，你怎么跟你带小老师说话的？服从工作安排是员工最基本的素养，以后就跟着小飞学，就这么定了。小飞，老曹开心点，专心做自己就行了，粉丝会支持你的。加油，野哥。好的，能不能让让啊？要拍摄了，急什么呀？走了，拜拜。你仔细看一下本子，我去准备道具。还有啊，以后少跟别人聊这聊那的，你有这闲工夫也不会只有这十几万粉丝。这怎么演啊？哎，不是啊，小川，你这本子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你让我在你片子里做假演坏人，那我粉丝怎么看啊？不是，粉丝有什么分辨能力啊？你现在帮我演坏人，以后帮你澄清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不是，你还愣着干啥呀？丹哥说的话你都忘了？现在我是你的代教老师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你怎么又拿我东西啊？怎么样，就是我拿的。靠，不是，你演的是什么东西？你之前的大嗓门啊？你就故意拖延我时间是不是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不会生气吗？你就故意不想演是不是？你就是想把我人设搞坏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丹哥的意思，现在大博主的人设动不了，小博主就无所谓了。再说了，曹总，主要不是真实感吗？我不演了，你爱教谁教谁去。哎，你哥，刚刚看川哥进主管办公室了，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你小心点。啊，好好好。两件事儿呢，就我的东西你都没拍完吗？谁让你搞自己东西？不是你干什么呢？哎，你怎么能随便弄过别人东西啊？你在干嘛？曹爷，丹哥那边我已经报备过了，你要无条件的支持我拍摄，一会儿我就说这些东西是你帮我办的，听没听见？够了，我说了这些我不想拍。你们又吵什么呢？丹哥，公司不是要老人带新人吗？曹野这边说什么都不同意，我的工作没办法正常进行。曹野，我的秘密你都敢不听了是吗？丹哥，这样作假欺骗我的粉丝会怎么想？我自己做的账号对公司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吗？你那点粉丝重要吗？我要的是流量，我要的是数据。你这个视频不会发出去，无条件支持小川的哈。这个视频我还非发不可了。你说什么？粉丝究竟应该支持谁是他们自己的权利。next level on the next level they all trying to catch up to my